女人好奇地舔了下铁管，舌头就牢牢地粘在了上面。不管她怎么努力，舌头始终都拽不下来。这时，闺蜜突然从她身旁经过，女人见此赶紧求救，没想到闺蜜却嘲讽她是个长舌妇。之后就扬长而去了。就在女人绝望无比的时候，男友出现在了身后。女人还以为自己这下终于有救了，然而男友却开始指责她，说都是因为她爱唠叨的原因。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，可精疲力尽的女人刚抬起头，就看到不远处出现一个长发女孩。 看他阴冷的样子，就知道这不是活人。但此时的女人已经坚持不住，于是他向神秘的女人求救。不料女孩却拿出一把大剪刀，意识到什么的女人拼命挣扎，居然直接把舌头从上面拽了下来。